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Apps Gaga， 我是伟伟。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一款 DJ 软体，一个音乐的软体。你有没有想要当 DJ？ 你不会接歌没有关系，你没有器材没有关系，现在只要你有 iPhone 的话，你就可以当 DJ 了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软体叫做 iDJ。OK，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程式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要怎么用。你要加新的歌曲到这个程式里面，你就按左下角这个加号，那按右下角的按键呢，就可以从你的 iPad 的音乐库里面选一些音乐汇入到这个程式里面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iPad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音乐，我来选一些比较像是跳舞的音乐来放到这个程式里面。我选这个 Jamiroquai 的音乐。好，现在这个程式就在汇入音乐到这个程式里面。那汇入的过程可能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放歌，告诉大家这个程式怎么用。很简单，上面看到上面有一个播放的按钮，就按上面这个 Play 播放的按钮就开始放音乐了。也是在上方有一个放音乐的进度条，可以用手去控制放音乐的进度。比方说我现在要调到比较后面，就像我们常常去跳舞的时候，听到 DJ 要接歌，都是在一首歌快要放完的时候。像这个时候，之前 DJ 接歌可能都要做很多的对拍的动作，可能要去买唱片，可能要买很多机器，不过现在都不用，现在机器全部都帮你自动就做一个 non-stop mix。 有没有看到现在下面的第二个 track 已经开始在播放了，现在已经正在 mix 了，完全自动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是伟伟，你现在收看的节目是 Apps Gaga， 今天帮大家介绍的这个软体叫做 iDJ。 我现在把音乐倒回去一点点，有时候你要接歌是从一首歌的不是最后面，是从中间开始接歌，你什么时候想要接歌就按这个右上角的 mix now 这个按钮。像我现在要按了，我现在要接歌了，我就按这个 mix now。按这个按键以后，程式就会从这首歌的这个中间开始帮你接歌，有没有很神奇呢？现在你也可以做一个 DJ 了。大家可以听到，这次接的并不是怎么的顺，好像上首歌还在唱歌的感觉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是我们自己mix 给自己听，高兴就好。那这软体呢，如果你横着放的话，会到另外一种界面。那这样的界面呢，可以看到真的每首歌的波形。我来再倒回去一下，让大家看，在 mix 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可以看到真的两首歌的波形，是很神奇的一个软体。现在手机上面就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了。那现在我再要把我的手机转回去这个播放列表直视的界面，再加上刚才我们汇入了一首歌，现在我们准备放第三首歌了。这样汇入的过程中间根本不用暂停，就及时的想要听那首歌就及时的加入你的 play mix， 然后开始接歌吧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介绍的软体 iDJ。 我是伟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